不灵不灵，来吧，2021年第一次买蛇啊，第一次开箱来了，应该是两条布鲁克王蛇。好多人以前老问我，红有布鲁克呢，我这回满足大家了啊，我整了一对，看看啥样啊？那谁，王蛇吧，那个东少啊，东东搁他那买，2天就邮来了。他应该是我沈阳老乡，我虽然没侧面问过他，但他跟沈阳这边挺熟。应该是沈阳老乡。铁蛇，我看他视频里边这俩他妈可不是善茬，可凶了。这俩玩意儿可凶了。这个是 AS 白边儿，PH 淡黑。打开看啊，他这个杯挺大啊，以后我繁殖王蛇也得用这个打包啊。我那玉米盒好像装不下，他这玩意儿这王蛇出盒是挺大。我好慌啊！他给我那开始视频的时候，这俩就是疯狗啊！耶，我手机刚才卡了吗？先看那母的啊，那个公的好看，它那个公的可漂亮了。这个是缺黄白边儿，能不能咬我？哎，还好。这小黑豆眼儿，哎呦，不好意思了。好壮，王蛇的苗一拿手里就壮。你看这个苗，这是刚刚出壳不长时间的王蛇苗，这跟玉米蛇苗一比，好大一个看那个公的，公的漂亮。这个公的好看。这个是缺黑白边儿，害它缺黄。这条蛇好白呀，看着没有？这蛇挺白的。缺黑白边儿，这白边儿啊。不出，挺壮，得有个十七八那样吧。我称一下啊，我看看大概多少克。老实点啊，不用咬我啊，不行咬我。乖点。啊，16，差不多，好漂亮！以后我也有垃圾桶了。都说这佛州王蛇，就这个布鲁克王蛇是垃圾桶嘛？它好像咬我手，它使劲往我手上拱。好了，今年第一次开箱到这儿了啊，过两天还有，拜拜。